来，听听看我们这边小优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优。谁最厉害？我最厉害。谁拿奖金？我拿奖金。奖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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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够够！哇！这边我还是要先跟各位提醒，赢的队伍我们有10000元的奖学金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气球和成游戏规则说明，限时60秒，两人轮流吹气球，利用气球里的空气将桌上的20个纸杯全数吹破，即可得分。这个是跟肺活量有关，而且是跟压力这两个字有关的一个游戏。等等哥，听说你在练习的时候把气球吹破了。嗯，对啊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浪费我们的道具呢？你的肺活量很大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为什么？本身是个运动健将。是哦。是不是？告诉大家，你什么队的？嗯，手球队。手球队。手球队。太用力。阿洛 OK 啦，年轻男生的口水嘛，对不对？有啦，有养眼美容。你这样常常出国上山下海，肺活量应该也要很好。可是就是我觉得在练习的时候就发现，其实真的很难。因为。如果吹太快，头又会晕。对，但是又吹不快，又会来不及。真的，所以要记得换气哦，不然到时候吹过了会那个有点缺氧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就请就预备位置。嗨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。请倒数4、3、2、1。Benso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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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nson
吹大一点，吹大一点。还剩下20秒。请请吧。三个哎。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。好可惜啊。阿诺，阿诺，阿诺，最后的10秒钟。阿诺的吹法为什么有点不快？接着吹，就像这样。9、8、7、6、5。有一点可惜，来来来来，阿诺，差一点点呢。你刚刚用横笛的吹法在吹气球的道理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有人教我说这样子，它的那个面会比较松一点。那你在吹的时候，它那一瞬间，它把它撑起来的力道会可以比较小。哦，先把它的压力减小，对不对？而且就像很多人讲说，拿到的时候要先拉扭扭，这样才吹得起来嘛。啊，那么那个心灵姐好了，我们这边肺活量最好的应该是心灵了啊。哪有？真的吗？我这真的手无缚鸡之力。是把它吹开，不是吃掉啊。我知道。气球呢吃掉了，可以吗？因为阿诺刚刚吹到发抖哎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加加加，我真的是哦，一口气，一口气，两口气，三口气，四口气。这题为什么？一口气只能吹一个哎，这我怎么来了？你何必呢？为什么不能？我不是吹很多吗？你要靠近一点，要靠近，要靠近一点。好，不能再教了，教太多，下一队会作弊。王信，你玩一次，你玩你玩，新游戏太有趣了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大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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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一点。开放，开放，开放，开放。我想大家应该有看到一点点诀窍了，不能再教了，这样不公平。攻守交换 ，switch。太好了，请
在是小优队的进攻，小优队跟千爱，对不对？对，千爱的名字好好听，好日本哦，感觉是艺名哎，对，感觉已经可以出来发唱片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以后会想要发唱片吗？不想。那你想要当什么？服装设计师。哎呦，超优秀的。练习中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的地方？应该还是跟吹气球有关吧。好，不好吹起来，对不对？你在家里是不是有超多气球？对，都快没气了。跟我一样。所以为了今天，我们一定要吹很多个，一定要拿奖金，对不对？对，加油，加油！准备好了吗？好啦。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小优跟气球努力的对抗着。小优，你有没有气啊？他脸都涨红了。小优，小优吹气球太好笑。哎，有了，两个还撞在一堆，是不是？小优，你会不会吹气球？小优拥有喜剧的人生，怎么会有如此喜剧的性格跟人生？怎么会？你很不会吹气球是不是？我刚彩排的时候吹了超多个哎，而且你刚刚脸是红的哎，你吹到阿诺同情你说我真的不用干扰你，真的，而且我都哭了。你怎么会？我们这边是拿气球去吹杯子，你怎么会把气球放生呢？为什么会气球往那边飞走了？而且我想说我很冷静要吹的时候，就听到旁边我们自己对家就说小优加油。也觉得很好笑，而且他真的吹得很努力，但是气球只有一点点呢。对，对啊，我对不起。亲爱，有没有觉得选错队长了？亲爱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。他这样说，你觉得后面的四个人怎么想？他们还没开始玩呢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这只是第一个单元而已嘛。那么目前我们看呢，就是两队都没有拿到分数。虽然说呢，好像有人吹的比较多，有人吹的比较少，但是没有完成就没有分数。但是接下来的关卡就要好好加油了，好不好？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童谣直唱游戏规则说明：限时60秒，参赛者需两两合作，一人用嘴咬住冰棒棍，另一人将瓶盖叠立在冰棒棍上，共将六个瓶盖叠成一直排，维持3秒不倒就可得分。小优队的进攻派出来的是伟杰还有 Julian。 好的，那么伟杰是个青年才俊来着，告诉大家今年几岁？19岁。19岁的伟杰跟 Julian 是什么关系？兄妹保护妹妹，今天跟妹妹一起来上节目玩游戏。那么我刚为什么讲说她是青年才俊呢？因为她现在才年纪轻轻的19岁，她已经当完兵了。为什么想那么早去当兵啊？就是我想去欧洲打工这样。所以其实人生是很有规划的。好，那这在家里有练习过吗？有。待会谁要咬？鸭妹妹要咬。妹妹咬哦，哥哥放，你要放。我们练习中最困难的就是扶摇直上，因为我的手都会不稳，之后妹妹有时候可能会太紧张就咬掉。可是今天我们有十足的把握，因为我们练习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请倒数三、二、一。Julian 也是采取咬鞭炮，对，好像很多人觉得这样子咬会比较稳，好稳哦，好帅，居然也好稳重，好帅，哥哥眼神好帅，而且他没有看，哦，不要紧张，连调都很帅，哎，不愧是当过兵的男人，对，眼神很专注，所以就是说，当过兵的前后差别就是帅而已，这样，没有，就是男孩变男人，变 man 了，对，
你看他现在很稳重，感觉可以保护大家。我觉得已经第四个了，第五个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急不急，慢慢来哦，很多时间还很多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伟杰，可以哦，要往前，不急哦，再来再来，要稳哦，哇塞，第六个瓶盖已经叠上去了，究竟看似危险的瓶盖塔能否撑住三秒顺利过关呢？停三秒就好，多很多很多，停三秒就好，急不急不急，最后十秒应该还会有奇迹，稳住，十秒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你可以的，四，三，二，一。有没有话要跟哥哥说？对，会怪他吗？不会。哎，不会呀。那你呢？你觉得刚刚是差在哪里？就紧张。对，有点紧张啊。哎，这只是一个游戏，不要太在意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待会还有机会帮你们那队拿分数。是。马上攻守互换 switch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。妈妈咬，我加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急不急，等我放。好，看到没有，对面坏心的姐姐已经开始干扰了。坏心，哎，妈妈真的也是咬侧边咬得很稳。慢慢来，妈妈咬侧边一直都没有动。慢慢来，妈妈的水平保持得很好。对，其实真的很稳哎，而且有地震，有地震。哦，有风在吹，不能够，不能够。哎，它其实。歪，它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一点点歪，可以调整，可以调，用手调整没关系。歪了歪了歪了，调整一下。歪了，天哪，我的心脏快掉。你看我，他还要数，不急不急不急。你钱包掉了，不急不急。你钱包掉了，不急，钱包掉了，姐姐。我根本没带钱包。哇，已经五个了。还有十五秒，时间没关系，还有时间，慢慢来。十秒钟，慢慢来。我来，我做事情我们来就好，我们来就好了，真的。还有钱，我们来就好，真的，我们来就好。第一个要先这样子盖，然后用到这样子，接就不好。妈妈刚好机会教育，好可爱哦。妈妈机会教育，完全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那不然来主持好了，妈妈。你家在尬戏音呐？那么我们待会还有别的机会可以拿分，好不好？要再接再厉哦。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打击出去，游戏规则说明，在一张倾斜四十度的桌上。参赛者一人拿起弹珠，从桌面上方滚下，一人用汤匙将弹珠反弹，并把纸杯击落，限时六十秒，击落五个纸杯就得分。打击出去。最近啊，全台湾都弥漫在这个棒球热里面，所以今天就在我们这个打击出去的现场，我们也请到了立法委员苏立伟到我们现场。欢迎，哇，立伟好。立伟好，立伟，可不可以跟我们所有全国的老百姓们讲讲您对打局出去的看法？没什么。哦，没什么，他代表示了没什么，就代表他相当看不起这项游戏。没有啦，在家里有练习吗？有。跟那个立伟妈妈，跟妈妈一起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会不会出错？是你出错多，还是妈妈出错比较多？我。哎呦。哦。哎呦。通常儿子讲话这么的保守，就代表妈妈的脾气应该没有那么的好。妈妈，立伟在家里有没有什么的小缺点可以稍微讲一下？就是忘东忘西啊，做事做一半，我很生气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。哦，我又开始感到他的那个。啊，好可怕、哦！他刚才的眼神，我刚才有稍微接收到。我也有看到。不多问，希望你们好了吧这一分。你会怎么变身呢、啊？太害怕。就是有一点害怕这样。漂亮的女人生气其实更恐怖。好，来，那好好把这一分拿下来好不好？请就预备位置。嗯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王伟来了，立伟加油！加油！我们不急不急不急，打到我这里！加油！立伟打我打我，还一点点，慢慢来。
没关系。我们要赶进去啦！好，立伟这边，打我！十秒钟。没错，是不要做那个，不要做。十秒钟。妈妈手小心哦。七。恭喜我的呀！差一点点，只剩六秒哎。只剩四秒钟。哇，在最后。最后一点点的时间，而且完全没有在乎对方的干扰，把这份拿下。而且中间呢，中间还包括了妈妈不小心把杯子啊，好，直接滑到这个地方。对，可是之前有一个是其实已经弹走，妈妈手又把它拨回来，所以它又在桌子上。真的有一个第一个杯子是已经要出去了，就妈妈把它拨回来。对，对。所以其实妈妈跟对面的姐姐是这个游戏最大的干扰。谢谢你。现在看起来呢，阿诺队拿到零分。小妖队，你有把握吗？攻守互换 ，switch。刚才有点惊险，但是还是拿到一分了，所以小妖队这一分希望他们可以帮你拿起来。当然，但是不要紧张，慢慢来，因为他们彩排的时候我有看状况很好。哦，我看他这么说，我就紧张。而且他的讲话有点威胁性。真的 ，Tina 跟 Nico 什么关系呢？安亲班老师，安亲班老师啊，哦，所以Tina 这个小朋友乖不乖？平常有没有乱来什么的？有吗，老师？老师，他有听话吗？有，他有乖乖写作业吗？有，他做错事都要跟你报告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安亲班真的蛮好的，那老师长得又年轻又和颜悦色。怎么好像错了？错了吗？哦，Tina 是老师哦，Tina 是老师。Tina， 你真的很像学生呢。对呀，这个球。待会要谁丢球，然后谁负责打击？老师发球，然后你打击，对不对？刚刚看到对面的表现，他们拿到一分了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有信心是不是？请就预备位置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加油！加油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就在最后一杯哦。会难过吗？不会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胜不骄，败不馁嘛，是的。对，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把分数追回来嘛，哈。那个队长可以不要理他了。好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百发百中游戏规则说明：桌上设有三种不同尺寸的玻璃杯，从靠近自己的桌上一端弹起乒乓球，使其落入远处的杯中。六十秒内，两人轮流将乒乓球分别投进三个杯中，就可得分。其实也是我们在工作人员完全讨论之后发现，哇，这个真的又好玩，然后呢又具备这个平衡感，因为这个每个手发出去的每一次球都不一样。对，当过兵的伟杰，面对玻璃杯的挑战，你可以吗？当兵的时候应该都是钢杯吧？对，钢杯，对不对？钢杯的口比较大啊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所以，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。教练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是不是？干嘛用电话吓他？没有，就是问当兵嘛，就总觉得有那种同袍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么请就预备位置。加油！加油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厉害厉害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，看到了没？这颗乒乓球好像又要投进了哎！究竟调皮的球能乖乖进杯吗？还是又会弹出来呢？加油，你可以的！要弹它，弹出，弹出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喂啊！这个真的慢一点点，太折磨人了，这个。快接吧，加油，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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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加我的天哪！不行，没有过关。我说，就这三个玻璃杯，它是不是很折磨人呐、啊？是，而且刚刚妹妹中间一直一度投不进的时候，哥哥在后面很忙。请问你在忙什么？你告诉我你忙什么？我在想要帮妹妹。等他最后有了。他太认真了。哥哥其实蛮戏剧化，刚刚说你可以的，你可以，哥哥还飞起来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可是我觉得在玩游戏或是在竞赛的时候，旁边人这样给你支持鼓励，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平常会看到哥哥这么激动在你旁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过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今天也是看到哥哥另外一面，他是真的在帮你加油。嗯，还是平常哥哥平常吃个面也是这样，加油，把面吃完，加油。好累哦。好，那么目前这一分是没有拿到，马上攻守互换。哎呦，我看到今天两队实力啊，真的都差不多，大家都竞争的非常激烈。在家有练习吗？哈，有。好啊，觉得好玩吗？好难哦，好难哦。妈妈觉得很难，小朋友觉得好玩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大人跟小孩的不一样的地方。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？百发百中。可是我们很努力的练习，那我们还是要加油。今天的奖金是谁？我们加加加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加油！妈妈投不到，投不到。你没有看错，他但是他如果是刘谦的话，这可能就看错了。他不是刘谦，瞬间秒杀你们，最后一秒算变魔术吗？你太厉害了！请问一下，这太太有事吗？你回去收你的衣服。我去收，我去拿。继续加油！忙了吗？就比较紧张的。他超会干扰的，我发现。真的，我刚才想说干扰是干扰到心里面去。对，他是针对个人。哎，他都讲一些主妇在乎的事情。比方说烧垃圾了，垃圾车来了，水烧开了。妈，你真的有被干扰到吗？你会不会接下来要说老公在跟别的女人讲话之类的？吓死我了！不错，刚才在这时间内呢，终于完成了这一分。哎呦，目前比数来看，阿罗队两分，小优队还没有分，所以要加油喽！拿分数的机会，马上我们进行下一个关卡。天才小钓手游戏规则说明：参赛者要在嘴里叼一根吸管当做临时钓竿，利用回纹针当鱼钩，钓起杯子上的球，再放到距离200公分处的杯子上，在60秒内完成3颗就得分。
厉害了，天才小吊手。现在阿诺那队已经有两分，就代表立伟跟博伟各拿到一分，很厉害。维持这个传统，把比数用力的拉开。真的，我们即将要得到第三分，不可以，是不是？不可以，好有自信，好不好？我们练习了那么多游戏，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天才小吊手。哎，跟我一样哎，那你觉得难是为什么？因为要稳住很难。对，因为那边晃来晃去，对不对？而且放下的时候超难放的。对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十桌把过，因为我们练习了非常久，所以奖金是谁的？是我们的。哎，没错，耶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阿诺先攻。阿诺先攻。阿诺赶高票了，赶高票了。阿诺很聪明哦，他慢慢的拿。快走啊！线没有太晃。对。快去拿行李。外警车在吹啦！外警车都出来了。第一颗走了。第一颗如何呢？阿诺，你晃一点比较性感。就这样，我们就聊天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会掉入了。刚刚你觉得最后这个球你，好了，放下来。其实刚才阿诺的第一颗球表现的是可圈可点，非常漂亮，厉害。刚刚有点斗鸡眼，怎么跟在家里头练习的那线好像比较长一点？不是，而且现场因为气氛不同啊，而且这么多人在旁边又干扰又加油了，一定会乱。对，孩子告诉我赶高铁，紧张耶，外警车来了。以后我们每一集啊，都希望发小优来，他就负责旁边干扰参赛者。干扰了，而且他都很有创意耶。哎呦，小优，我很想问你，如果干扰我，你会怎么说？小孩哭了，小孩来了。我说便当被人家吃完了。喂，先别，为什么？他讲小孩，你没有跑，讲便当你跑得很快。便当很重要。好了，没关系啊。目前我们现在阿诺这边是两分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一分没拿到，我们让他们一点点，好啦，希望他们把这分拿到，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把这个比数稍微追回来，马上攻守互换 ，switch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哦，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稳稳的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是你最棒的方向，有点不对，放下，还有时间，老师，还有30秒，还有机会，你第一把加力，你可以的，这个孩子他没有秀才的，校长就在外面 ，nice， 还有20秒，不错，如果有完成的话，有机会。关系啦，小优要尽量让队友他们那个哈，不可以加压力给他们。没有，我没有给他们压力。他真的是很会干扰人，连自己人也不放过。而且他说那个安亲班的第一把交椅，老师都被吓死了。这到底是鼓励还是一种压力？是鼓励，是鼓励。好，没关系，目前比数还是2-0，我们进到下一个关卡。
超级吹吹吹游戏规则说明：两位参赛者轮流在桌上用嘴吹瓶盖，要将瓶盖一口气吹进指定范围内，限时60秒吹进三个就得分。超级吹吹吹，到了我们干扰王小优的进攻。是的，我除了很会玩游戏，还很会干扰。我想到怎么干扰你了。嘿，连我都有东西可以干扰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如果今天你在玩游戏，我就说你的车要被刮了。谁刮我的车？谁刮我的车？谁？快去！他真的找到你的罩门呢，是好厉害。是，不过这件事情现在对我没用，因为我车子年前就卖掉，所以我现在没有车。好，希望你们可以达到奇迹，拿到，拜托拿到这一尊严，尊严，好不好？先爱可以了，可以哈，不要让对方过得太开心，不要小看我们。好，马上就预备位置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啊。超有自信的脸，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加油，加油，爱心公！哎，一个轮流来抓下力道。第一个、第二个都是试力道啊，只能一口气哦，只能一口气哦，好，不能用补的。哎呀，撞进去也可以哦，差一点。小优做生意很辛苦。加油加油！客人又来试衣服了。游戏到目前为止都尚未拿下分数的小优队，究竟能否在这一关破蛋，保住颜面呢？一颗了，加油加油！客人又来试衣服了。进行到这边40分钟，他才进了第一分，他终于拿到。没错，我不是来吃便当的。你搞错了，你11点以前走还是没有便当。不错，在这边呢，我们很公平公正的拿到了三颗球，所以代表说你们拿到了一分。马上双手互换 switch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请倒数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不要停，小优轮流来，一个一个轮流来。第一个了。他就进来了，是不是？目前的比数，也就是最终的比数，阿洛队3分，小优队1分，所以恭喜阿洛队得到1万元的奖金。小优队可以得到一个精美的奖品。对，其实奖品也都很不错哦。进入我们的金库密码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啊！我们最想做的事，最想做的心愿，竟然是想把这10000元金库密码送出去。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拿走。是啊，没办法，有本事的人拿嘛，对不对？拿不走。好讨厌，我来啊！你来什么？你手上有答案啊？当然你来。哇，感觉很想送10000块给人家，真的很想把它送出去，好不好？你们现在今天把它拿走，加油，好吧，好吧。希望就在这伯伯的门背后。就有10000元的现金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金库密码，请出题。金库密码，右三，右五，左九，左二，右四，左七，右九。请向后转。
记得大声附送出每一组。金库密码，请开始。第一个号码，右三，右三，右三，往右边，右边转到三。第二个号码，右，右，往右边。第三个号码，左九，左九，请往左边。把握时间哦，速度也是要快一点。第四个号码，左二，左二，请往左。第五个号码，右四，右四，请往右。第六个号码，左，这个没听到，左，左九吗？左，请往左。很抱歉，第六个号码前面五组全部记住了，而且你这个没有听到，你第六个号码记到第七个，对，因为我那个没有听到，因为我突然那一瞬间，对，在记的时候漏了，我就差一个，我差一个，所以你真的很厉害，因为忍不住我们揪了一下，想说，真的吗？真的一万块要被拿走了，真的真的，而且刚才就一副都我记不住，我不记不住，就一记记到第六个。好厉害哦！那你现在知道第六个是什么吗？我知道是左什么，左七。对啊，那第最后一个嘞，左九。也错了，六九，是右九。对对对对，好的，你们那队还是保有一万元的奖学金，小朋友，我们这边有精彩的奖品要送给你们。谢谢。下礼拜继续同一时间要收看《超级总动员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洋哥哥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喜欢的话，请按下订阅键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请看这边。